几十万块相机没关系，短小了一点不要断掉了。重点就是在这台相机，它对焦速度非常的快，再来就是它有景深效果，它景深效果非常屌，屌到你真的是相机都想要把它砸烂。大家好，我是 Gay by Night HK， 今天邀请的两位特别来宾，不要紧张。我是子欣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怡。OK， 今天邀请了两位特别的 model， 超级特别，看得出来哪里特别吗？现在就交给这位男 model 来介绍今天要干。现在介绍这一款 Sony 的 LV1， 那我们先打开看看有什么东西吧。这台相机跟 RX100 很像，但是它跟 RX100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有翻转功能。来，打开到翻转功能给大家看。几十万块相机没关系，可以这样翻转到这里啊，转小了一点不要断掉。觉得最特别的就是这个地方可以翻转，它在不同的地方拍摄的时候，不同角度可以及时观看到画面。那我们再看一下它有什么其他的设备，摸一下它质感是不是很轻？还不错。这是什么？在刷壁孔？在刷壁板的。那这个平常在收音的时候，怕会有一些风讯啊，它这个可以把它过滤掉。它这次直接配送给你。哦，这边有一个热靴孔，这边可以放那个外置的麦克风啊，或者是它赠送的这个兔毛。像在收音的时候，有一些杂讯都可以直接过滤掉。在充电线，那不用看了，对，大家都知道充电线了。我还是接一幕。它电池也是都不用看了。重点就是在这台相机，它对焦速度非常快，再来就是它有景深效果，它景深效果非常屌，屌到你真的是相机都想要把它砸烂。OK， 那我现在就想来实测一下这一台相机的功能，拍一些意想不到的画面，直接给你们看比较快。那我现在换这台相机，我现在用这台相机拍摄是 Canon 的 M50， 但是它对焦速度还是有差，还要等待一下下。OK， 好，帮我刷一整排暗器。现在换这台相机来拍出来它的对焦效果。现在相机已经换下来了，这台就是刚刚所录制的 Canon M50， 现在用了这台相机就是 Sony 的 LV1， 现在就来测试它的对焦速度，它里面有个展场功能。其实很快，真的很快。再近一点，再靠近，太近了，太近了。再靠近一点点，就让你牵手。OK， 这台相机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景深。景深是什么意思？画面这边都看得很清楚。我现在打开。景深只有人物，就是前面的这个画面是清楚，后面都是打雾的。对。现在直接用这台相机来拍摄一些比较特别的画面。